来泰国必逛的 Big C 超市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买？今天美食家庭就和你分享。首先，番茄小零食一定要买，自己吃就买大包的，当做伴手礼就买小包的，真的超好吃。有的人半个购物车都是这个。咸蛋薯片我们已经回购几次了，买瓶装的放在行李箱就不容易碎。还有泰国风味的雷薯片，本多鱿鱼有小包装的，特别可爱。如果你不能吃辣呢，就买这个一颗辣椒的蓝色的。如果你很能吃辣，就可以买这个五颗辣椒的。然后不要被这个红色的骗，之前我以为 sweet and spicy 不辣，结果是三颗辣椒的，辣的要死。还能找到超强的鱿鱼丝，必须紫菜，推荐 Tom Yum 和原味的，他们的包装有 Ziploc， 所以不用一次性吃完。看到很多人的购物车都有这包白色的东西，就厚着脸皮问他们是什么，原来是牛奶汤，所以我们也跟风买了五包来试试，奶香浓郁，很不错。当然还有泰国必买的芒果干、榴莲糕等等，喜欢吃花生的可以买这个，有四个不同口味，泰国的蜂蜜也不错，可以买一个。这些就是美食家庭的推荐，如果你还有什么好介绍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。